起来。石青，你出来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我不是不让你去找他吗？我没事，父亲让你出来就好。我都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你凶我干嘛呀？你不说一句感谢的话就算了，你还对我大吼大叫，枉费我一片好心被狗吃。你还指我？现在好了，你把我从山贼那救出来，我把你从牢里救出来，咱们两个扯平了。